就是另一半的心里，你看到的时候没有感觉。我们也可以牵手一下。博客贾静雯、沈海景谦、吴京被拍，小杰楷两周九女儿房性搜，小杰楷、阿吉、谢崇生等人参与华灯初上未来版 VR 拍摄，十二日出席试映记者会。因为之前我就很想要尝试，就是我过世狗狗的影片，我想要问他能不能把它变成生成 VR， 对，生成 VR， 目前还不行。我说你用 VR 都不是看这些东西。OK， 是看哪些呢？如果真的你的生命可以延续到那么久，最想留下来，最想留下来，好问题，猫，猫，哎，我也不，猫家也是猫，我不想这样，好难哦，应该是太太吗？遇到打招呼啊！你看到的时候没有感觉，分得出来。我们也可以牵手一下。静雯只有主动打电话给你说话，抱怨好像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聊一天，很久不见，对吧？静雯上次碰到你是不是也很兴奋？我不确定，又来了。所以你完全很信任另一半在。就是上班的时候，肯定的。至于最近掀起的 MeToo 风暴，说我教两个女儿怎么防范这种事，有哎，从小就告诉他们说，除了家人以外，不可以让任何人触碰你的身体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从小就跟他们讲，然后不可以拿陌生人给你东西来交换，就是以物易物这件事情。是不存在的。另外，世人界公开目前恋爱 ING， 错的对象，然后往好的方向前进。圈内还是圈外？圈外，认识蛮久的，在一起应该算分分合合了。在之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在一起过，然后分了大段时间，现在又在一起。你会闪婚吗？不排斥，谢谢大家关心。目前很幸福。